即将在今年八月上路的12年国教争议不断。清华大学教授李嘉彤批评免试升学的许多评比项目对升学毫无意义，希望政府不要凭感觉来制定政策。而许多到场聆听的家长也感到无所适从，担心自己的孩子成了教改政策的白老鼠。爸妈带着孩子要一起了解12年国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清华大学荣誉讲座教授李嘉彤10号针对国教政策发表演讲，他认为12年国教对偏乡原本就弱势的孩子更加不利，也无助于提升整体竞争力，呼吁政府制定重大政策时千万不能只凭感觉。国家的重大的政策不能够凭感觉，希望大家知道很多事情是要冷静的分析。新政策中规定，当免试入学的所有项目分数相同时，就要以志愿序和抽签作为最终决定录取学校的关键，让许多家长忧心忡忡。改来改去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事情。然后我们突然知道说，要靠抽签的。那抽签的，难道孩子的他们努力了3年就靠一个抽签？对，我最主要是觉得这个抽签的这个，我蛮反对的。除了志愿序的争议，李嘉彤也认为体能、品德等评比项目毫无意义，将品德量化还会闹出许多笑话。比如一些小孩子去做志工啊，就是那个老人，他也不会跟他讲嘛，就跟他下棋，一小时嘛，对不对？不是说一小时吗？这些东西，其实他就下完了，他就说我时间到了，那他就要走，然后这个老人还要签个名，就是他。新政策让学生莫衷一是，学者和家长齐聚一堂，共商教育这个百年大计，就怕自己的孩子成了新政策中的白老鼠。 UDN TV 陈明彦、陈君硕台北报道。